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，花灯起，车声响，歌舞升平，只见他笑脸迎，谁知他内心苦闷，夜生活都为了一时住行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呼天呼地蹉跎了青春，萧瑟朦胧倦眼惺忪，大家归去心灵随着转动的车轮，换一换新天地，别有一个新环境，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，船上不要照相啊，为什么？船是移动的，西湖的平均水深1.5米，最深的地方2.8米，最浅的地方不到1米。很多散客朋友啊，听说导游西湖水最浅的地方不到1米啊。我在夏天的时候跳西湖游泳去了，我告诉你，西湖里面绝对禁止游泳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西湖下面的淤泥有2米厚，如果说你不要跳去游泳，万一那个脚啊陷在淤泥里面的话呢，那就改名换姓了，姓什么东西啊？姓陈，名到底，又名陈到底下去了啊。船上不要照相啊，为什么？船是移动的，船沿比较低，照出来不最近太黑了，就是太这里就会停下来照相了啊。所以船上面呢，只要用我们的游客的耳朵听，用眼睛看就行了。左手边这个桥什么桥啊？不要看大桥就是断桥啊，太多了。这座桥呢是杭州三大桥之一，菜价最贵的地方，里边一斤重的叫花子鸡，一斤重的售价人民币298，这么小的个东坡肉48块钱，一条西湖醋鱼用什么原料做的？西湖里面养殖的草鱼罢了，一斤重的198。一条西湖桂鱼，你杭州的大商场在哪里？这来过杭州的老上海都知道的，杭州市的市中心在五菱广场那边，分别建有杭州百货大楼、杭州大厦购物中心、解放的百货商店、银泰百货。但我告诉你，听仔细了，大商场的东都是上租的，在人的，为什么？北京也好，青岛也好，大连也好，哈尔滨也好，上海也好，杭州也好，能够造房子的比较少，黄金地段都是黄金价格。杭州、上海大商场里边，从大连一全都是上租的。啊，我实话。他一匆匆，我找不到他的行踪，只看到那树摇风。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他一匆匆，我看不到他的行踪，只听得那南屏钟。南屏晚钟催醒我相思梦，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船上不要照相啊，为什么？船是移动的，船也比较低。
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找不到它的行踪，只看到那树摇风。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看不到它的行踪，只听得那南屏钟。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催醒我相思梦，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相思梦，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去挖那个塔，这有红不挖那个塔砖去吗？上边够高啊，下边的你一块我一块的，终于在1月20日农历的9月20日下午1:30:05把那块给挖倒了。Let's go.
과 피하지 못한다면 이대로는 시작인 과 knockdown 랩을 하지 못하면 그대로 knockdown 대구만은 여신 속에 down 너도 된다 나도 된다 서로 함께 굳게 믿는 믿음 힙합의 막음 한 막음 그것이 우리의 막음 이슈 힙합의 막음 내가 나왔다 내가 왔다 半身香槟又在那。